店啊，今天来介绍一支，又是一支那个我没有做过的品牌，叫那个金星钢笔。我印象中我应该没有做过。然后是这样子，那个就对，因为当时金星的其实我觉得会比我之前做的不少品牌都来得有名，但是呢，对，一直没有找到一支比较跳的笔，因为有些像616，那我就比如说我做过616嘛，对吧？我就不会去做英雄100，因为我觉得它的本质上都是一根笔，但是差别不会很大。这样子就从外观上面看，书写感受这个东西太个人了。好，那个我们先看一下尺寸吧，14厘米左右的一个大小，跟无印这根反而差不了多少的一个大小长度啊。然后对，那个今天第一次试一下这个角度，然后那个我 IG 号也开了，以后所有的通知会 Facebook 专页还有那个 IG 也会同时一起更新这样子。好，把这个笔先左右重量感来讲，哇，有对，比两根差不多差不了多少，但是它整个感觉不锈钢非常结实，应该是不锈钢的这个，不像铜啊，不锈钢的一根整根笔手感也是非常好，粗细适中，因为它这个有点弧度，你看得到吗？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，有点弧度，你这么一摸的时候，特别这个地方一摸好像收了一下，像无印这种直直的，有时候用起来很生硬，整个握感非常生硬，有时候摸起来没那么有生命力。像这根的话，它握持起来毕竟是这么抛，有这个圆弧度跟没有这个圆弧度，其实在用笔上面差别其实是挺大的。然后一拿这根笔的时候，对，它是一根双尖钢笔，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对，笔夹上面。也是非常松，就是说不算特别紧，因为有很多现在很多是什么笔夹过紧，就是我那个发的那个笔套，关于笔套的那个，就另外一个钢笔系列的那个笔套那块，那很多钢笔其实塞不上去的，那像这根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样子，整根这个塑料感略强，笔握的那个手感略不太好。然后整根笔这个双尖钢笔出来感觉非常的特别，我觉得是。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两边有什么反应，反正就是说这边你看会细一点，然后到这边会这个边。那这边是比较细的一个边，但回来这边它会比较粗，我都会试一下有什么差别啊。然后再下来，整个笔也是常见的国产钢笔，统一都是用这个吸墨器，也是我不太喜欢用的一种吸墨器。笔上面还是挺轻，反正总体来讲怎么说，中规中矩，而且是只要现在其实我觉得像这种细钢笔嘛，然后有做这个抛，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棒的一根笔了。就是说有些你说再做下去，再给他说这个圈再怎么光亮，然后各种抛光什么，那种已经是有点装饰性了。就是说从本质上来讲，这根笔的实用性它是不用去考究，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啊。然后再现在就赶紧先那个我们先试写一下这根笔吧，因为我真想知道这个双尖钢笔应该两面写应该是有差别的，但是我先写一下，然后等会再拿一张纸，然后那边换换对吧，因为这根笔真的是很特别的一根。哎，还是一样啊，对，我最近又换回去这个那个什么，就是就换回去这个罐子，有时候你懂得换换心情嘛，对吧？有时候对，然后这个笔挺好擦的，这样 没什么墨水，你看，难道是我没沾上？会不会？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？试一下，好，这个先扭上去啊，对，我换了一颗糖，有没有发现不会挪了现在？好，还是一样，我先把那个写，然后等会再试一下别的部分啊。然后倒插的话正常都不会了，这当然啊，对，反正就看个人吧。好，我先写一下吧。好的，写完了以后，首先有一个地方很欣慰的，插拔式，对吧？但是它是怎么样？你看，就到这里的时候会这样子一下，这一下就我觉得很到位，不像平常那种咔一下那种，就是说有卡口那种，这个感觉就很有一种什么很特别，就滑顺感，就是那种很有一种张力这样子。然后笔尖的话刚刚试过一下是这样子的，我拿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，前面的这一段对吧，这一段我是用了一边，然后另外一个用了另一边，明显就是一个粗细的差别。然后写起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呢，我现在 A 面这边明显是粗的嘛，对吧，然后我再反过去换一边，明显听到声音是怎么样，再来一遍，这边会顺一点，这边呢瓜子就做一边粗尖一边细尖，然后反馈感也是可以，就是说弹性还是可以的，就是说整个弹性给你们试一下，
断墨了？难道是我奇怪了？可能是我握持的问题，有点小断墨，这就奇怪了。嗯，这边呢？这边可以，这边难道是没有墨水吗？好像，难道我刚刚没吸上？我再来吸一遍，我看一下。这次就奇怪了，我就多压几下吧。这次，因为平常我就轻轻压一两下，然后方便我后面洗笔这样子一个情况啊。擦一下，那这个直接放一边吧。再拿一张废纸试一下，粗的对没有问题，细的好吧，刚刚是我吸墨没吸到位，看这次没有问题，我刚刚吸墨的问题，我没有，因为我可能压的不够重，然后这样子，完全没有断墨，因为正常不会断墨了，但是你看现在粗细，反正就是说，然后现在我这么去压的时候，对吧？轻轻的压，你看就这个反馈感。这个反馈就是说我轻和重的时候它没有很强的一个差别，就是说 这时候意味着什么，就是说如果我要一个字，比如说我这么一写来字，对吧，我要出锋的话它不算特别好出，因为弹性不是很够，这个笔如果一根笔它弹性就像百利金那种弹性够的话，你通过笔那个笔触控制的话比较容易出锋，那这根没那么容易出锋，但是我觉得这根笔记账来讲，就写数字有关的，不是讲究字体的笔来讲，很不错。然后这根笔，然后跟无印一个粗细，我们再来比一比吧，可以吧？这边粗细，其实你们现在看到，其实再粗再细，其实也差不了多少。因为对，反正这种即不这个，现在如果我有这两个对比，你会觉得粗细差很多，对吧？但是如果是说那个平常写的话，如果是这个跟这个，它是比无印那个细，无印那个八mm 的格子绝对是能爬的，不8mm 那个线条。然后这边反正就两根，一根粗一根细，这样子一根笔，反正就还是很那个的。我看一下我对，就你看到就是说这个，就反而还是很到位的，整个笔尖来讲还是很好看的，本力也是，你看很圆很大力，就是说不是那种残次品。那这根笔金星的笔，怪不得就是说在国产里面一直都是名气比较好的，对。好，那大概就这样子，这根笔的一个评测，那就谢谢大家。